接下来请收看林家翁家怕烂家。昨天晚上又喝醉了吗？欺负春虫，让他吃亏上当。
你把我的美梦，把我的希望全毁了。你怎么可以？难道说这就是太子真吗？那什么是君主之争？你在胡说什么嘛？啊，你还不承认呢？你看看你刚才穿成个什么样子？你能敢说敢说昨天晚上你跟春秋两个人没这样的这样子啊？哎，那现在出走狼了呀？哎呦，完了！这么说，你们两个这又怎么回事啊？你我天天非修理你，早得住啊！他昨天晚上我是喝醉酒。我记得昨天晚上，好像谁也没有强迫谁。那还好像，那意思他是自愿的。如果他自愿的话，他怎么会哭着跑出去啊？春草是用哭的跑出去哦。那我叫他，他都不回头，那当然是那羞愧的哭着跑走了。我该死，我真该死嘞！慢着，你想一走了之啊？没那么便宜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干什么嘛？你跟你拼了！不要来打了好不好？还不回！你给我滚！抓住我！你给我别动我的机会好不好？我就赶紧打你，你打我，我不是那种人的。啊，我再没动。好了，我不要听。你毁了我的美梦，砸了我的希望。我只要你给我滚蛋，永远不要回来。哎，站住！滚蛋！站住！你嘛较拜托个，你若讲无转来吼，我看我这洗车场吼，免开啊啦！你看啦，无你讲现在出个咧雾沙沙、乱糟糟啦。唉，有当阵吼，我会怀疑讲你这妈妈是安怎做的啦。啊，你平时啊讲，未钱赚钱便宜啊，啊，讲完吼，真心个都干在你面遐啦。啊，昨暝、规暝你是走去倒啦？你敢真是放两个囡仔放下落，是不是？唉。我知啦，我知影讲我安尼讲了，你心肝内原来是真艰苦。也唔讲哦，你敢真是做着尽老母的责任了？在国营啊来讲唔好，你不应该把它当作是一只狗，真讲吃好饱、穿好少，安尼就好呀。拜托个，啊你也要让伊读书啊？阿麦哥再讲啊啦，啊我细汉的唔是安尼生过来，我嘛是同款，即马活甲足好个。迄是较早，即马无同款啦。你这个性格哦，爱先改改啦。别人讲什么话哦，爱小听的啦。无你一世人口角啊，听有无？其实讲真实的，你这么上适合的吼，就是紧过去找一个人，紧嫁嫁，减轻你一寡生活上的负担。哎，啥不关我事啊？你若有啥物困难，我跟你斗三工是袂要紧啦。要不过你常常安尼，我哪有法度啦？哎，春秋啊。其实我感觉吼，不管是赵德柱也好啦，还是迄李亚天才也好啦，伊两个人拢袂歹呢。啊，你现在无爱好好考虑一下吼，为伊两个人中间吼，经济安尼结结，还是要做暗啦。唉，啊，好啦，这个钱吼，你先提去交病院保证金啦，剩的哦，我来电话讲啊。咱即摆来遮温习，啊，着紧转来厝诶，吼。看起来，我是真实去甲伊伤害着。我即摆就是讲将我去，伊嘛无一定会插我。赵老师讲了无唔对，我是一个卑鄙诶小人。
他到什么地方去，越远越好，钱都能给你，不够来找我，就是他不准回来。哎哎哎，你还愣在那干什么？咱们滚蛋。抓到罪，我欠你的，我将来会找个日子还给你。不必了，你跟大部分人一样，只是说说而已。我不奢望你这种没有出息的人说话算话，我只不要看到你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谢谢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来不及了，人家已经走远了，满意了吧？罩得住啊，罩得住，你把人家赶走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哎，哎哎哎哎，哎，这就是你啊！俺先坐了，俺得快点跪下去。俺我来，我要给俺倒包米家去吧。你不是说过吗，阿姐不？都让我们重新开始。再试着相处一下，爹不？嗯，我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吗？哎呀，不管你说过没有说过了，不一定，我就要搬回来住了，欢不欢迎啊？这，你不欢迎我？啊，不是，你刚才指的我们还有谁？江仔啊，秀玲啊。我就知道吧，完了，是没完呐？嗯。我问你下没完呐？这发现一丢吧，你那随时我头吧，不愿从今天离开。我问你下没完呐？这。快你哭啊哭啊！啊，他走了，我去追追看。这么傻呀，我追这个什么劲儿啊，追这就说追不上不就得了吗？这是我若撒个谎，老天爷不怪我的。哎，我就是这么追呀。
再这样子一拉开，高英啊，别再围堵啦，紧吃吃的啦，读书写字哦比围堵还重要啦，知不？春头啊，都快生了，我看你请个假休息休息吧，这个洗车就我不会啊，今天拜人吼，生下人一定很多，阿公该接没法度了。哎呦，你看做的家事你会撞到肚子，何况洗车的更危险的，你就是这个牛脾气，说什么都不听。哎，这样的好了，你怕阿公不准假，我去带你请。赵德柱，拜托的，你也不是我人啊啦，啊，一天到晚一支嘴来擦擦脸啦，烦死了。好，不说。阿丽，你妈没给我注意回家不啦？你去吧。哎，这奇怪了，那同样的问题你每天都得问，你也烦呐。赵德柱，伊那搞好你啦，谢谢啦。为了你们两个小家伙，我几乎每天不能出去赚钱，你们的妈妈呢还故意装糊涂，这晚上不能出去赚钱呢，有时候白天也不能出去赚钱，还要送你上学，还要送你看病，我好像是你们爸爸一样，这但是又不是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你们的妈妈又刻意回避，其实你们的妈妈并没有拜托我什么，只是让我顺便看看孩子而已。这好像我是自愿的一样。说实在的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哎，这好像我这人很贱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说这话，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？爸爸，吃完了啊，吃。哎，对你们呢，真是对牛弹琴呢。身体要拍摄了，赶紧走！你不要那了哦，拜托你开门嘛，卡细你。哦，你有够大力的，弄一个巴肚的囡仔哦，乱乱撞哦，都疼。啊，哦，春秋啊，我看安尼啦吼，你加班费哦，我照付啦吼，你还小拜托个，你等下厝的吼，要过几天后再过来啦吼。免啦。哎，应该。加班费免啦。哎，应该啊，我应该付好你啦。无安尼啦，做我送你安尼，等下等下休困啦吼，等等。不是啦，好嘅，我是讲吼，你这个洗车场的生意愈做愈好咧吼。啊，你嘛知影我伫你家做遮久啊，啊那加班费吼，尊重我投资啦，我跟你合股啦。啊，这，哎呦哦，你门洞就有够大诶。哎，哦，巴肚就疼。好了，你先等下休困啦吼，要投资的代志，投资再讲吼，再参详啦。来。哎，倒他墙，倒他墙。老店员，这么几点了？没阿妈啦。秀玲还没回来？还没啊。秀玲现在读几年？秀玲现在读几年？你不知道？读四年的啦。读四年的？读四年应该早就要回来，早就要去了。我在问你啊，是要讲好啊，讲歹？
以前讲好了。秀玲去因东位也算啦，我拄则都有业办回来。阿伯，你做你讲话紧，规地我即摆已经看真开啊啦。你先家己管好啦，再来管秀玲好也好。我这句话我敢都未捌听过呢。对恁老母都时常听伫你讲的话啊。就拜托这个，卖阁讲阮老母的代志，我不爱讲到伊的代志啦。你即马是住伫遮呢，唔是住伫外面呢？啊，你逐天都甲恁老母伫咧见面，啊，你敢会用的？啊，好好好，我甲你讲，你比我老母我十年。你甲恁老母吼，总是爱有一个女婆啦，那无吼，唔那害着你家己啦。连秀玲哦，都会好连累到了。我已经真牛波了，但我今晚不是去关灯来住啊。那亲像你安尼哦，不如卖灯来啦。心上印过去的双人，无意的来变成怨仇人。缘分两字，阮世当千辛万苦来也落的真命当情房，谁知受害无半项。茫茫阿爸，痴情的心事重，换回一场绝情的。